我想要同那个故宫里的武士啊了解几哦，这个是个我看到那个故宫的那个武士啊，很高大很高大，我他妈的比例好小啊，好小啊，我还不够三分之一那个城门。那个洞啊，哦，因为那个武士啊，大概七八层楼那么高啊，我看着很小。听说我要同他呢，武士出来了，武士出来以后，我看起来好像很小，同他比起啊，这个是啊，那个，远处的那个大雕像闪了两下子光了，哦，武士明白了，哦，武士明白了，哦，武士明白了，闪了两下光以后，武士明白了，哦。噔，像跪下来了，地上单膝下跪的噔，地摇了几下子，哦，地震了，哎呀，哎呀，地震了，哦，摇了几下子，啊，像跪下来，啊，跪下来，啊，跪下来，他我，向我看了一下，啊，我做个动作，啊，起来吧，谭先生啊，你们知道啊，我同你共沟通好几次了啊。说明我们相信你们的存在的，但其他的人呢没同你沟通，哎，我是点点头，对，就是没把他们看得起，放在心里边，哎，那么没把你们放在心里边的话，你可以在那个，在你的隔壁啊，哎，在什么坑呢啊，或者是海呀，你在你的隔壁你去搅和几把，让他们搅和到让他们知道你的存在啊，搅和到你知道你的存在为止啊。因为他们，总是说无神论不相信你的存在嘛，你干脆在那边搅和，任意搅和啊，任意搅和啊，拆房，胡烧，任意你想干就什么，直到他们相信你的存在啊，对方不一定能相信啊，但是他是，其实他让武士去大干一通啊，干出来的事情他们还是看得到的。干出来的那是，比如房子塌了啊，地震了啊，火灾了啊，这还看得见的，我一听一个，我是明白了，那准备带着大刀，会到隔壁的坑里边去大干一番啊，好，知道了，啊，知道了啊，要显示他的存在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